帅哥美女计中计，千锤百炼，挂甲一件，全军覆没。走了，呼气先走。哎，不错。跳吗？上吗？一炮。来出狙。跳吧。一小兵。一小兵。嗯，打着鼻子。来，先上马。哎呀，这个兵。来出狙。上低炮打飞兵，真低啊！来吧，上上个大方，那说了就大，说了就挺大。不怕，太厉害了！怎么样？这厉害！来，接着，还一点，敢飞炮，打上一个敢飞炮。停车！飞象，龙炮，一绝，开了就吃了，进，来进。骑兵，骑兵，飞车，哎呀，还立着了，就进来了，那就对了嘛，厉害点，那就是啊，厉害的很，来了，传承了师傅的精神啊，来的就对呀，对，对，几炮几步，几炮，嗯。这个事儿，你来了热闹，啊，人来了就笑声就来了啊。我真是比较开心，比较乐观。你就一直这么开心的人吗？我这就是这样的。哎呀，哎，咱个段子就笑得我这了。好，来讲，讲，嗯，嗨，你好像没做事情的乐观人。哎呀，不怕！哎呀，欺负人啊！你副官就回去别捣乱。那啥吧。我们师徒他把那能打败吗？啊，自己看，后面倒单的，还没上。绕我的心情啊！对呀。先把炮给吃了再说。上去。那些下班累了，就挣了这么些高兴。嗯，真的好。好的，这点再给他接住。那第一个那个锅吃啊。吃呀。这里几天。我写几遍，写几字我都是。问题都不记得。问车子啊。嗯。哎，这就正确，你永远问车，专业就 OK 了。就是，我写几遍，写几遍都不记得，反正。出事了。不像，不像。不像十八岁的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师傅，我一天不下去我就着急啊，一天不着我就急啊。哎，你这样子不下不直播的时间，我在玩手机我都懒得看。真是，我就想直播，直播的时间，嗯，下期时间就忘掉一切烦了。什么？直播间又说又笑，你说这多开心，飞炮！啊，我这主播那是看了很忙，天被逼的。嗯，你下。嗯，骑兵。出来。再骑兵。进。回吗？来，骑兵上，再骑兵上，再上，
对。宜宾欢风社上。上马。回吗？回。再回来。你好。上将。进。上马，五号。将军。进去。上来。皮左。爱的小象，象，我的象不要了，傻了不行呀、啊！出来，干嘛？回吗？熊可怕，现在怎么回来了？象现在不送了，刚才送上一点，不吃。厉害，不吃，现在就不送了，现在就不吃。哎，进来，进左，骑兵，下来，上马，加鞭上马，回吗？上，来上啊！来了，就是莹莹。莹莹改成二丫了。网名已经改了了，怎么？上，飞个下。丞相，怎么样？送给你，送给你。先下去，送给你，下去。送啊！为啥跑啥跑？先跑。来，骑兵。你给子炮。兄弟炮。直接下来多好，上这里是什么？嗨，我过肚子前，我鱼拉回来了嘛。怎么样？到处一样。回吗？你上吧。进。上吗？啥菜你的小彬彬？出去、啊。上。来，还是，那你是怎么？是啊。还是啥啥项目？坐会儿，我就快回来。你想去干啥去了？你吃啊。不吃。不吃。踩你小足。踩你泡。大小便。那你吃亏了。不上。下，上马，快！热不热？给你扇个胆。可是可是，给扇个胆。我现在不热。扇，给你扇。给你自己扇，我不热。你热了，我自己扇的。你给自己扇吧。上。哎呀，这个真是把别人惹的对手了，火炼的是。进来。我没惹上麦，都说这黑啊。也等你都去。你这也受不了，动也受不了。这就是这话，你远点。去死。换。骑兵。呀。再上炮。进起来。看上。这个象别给砍。上，
香，怎么样？这回就能吃了啊！情况问题，我就不吃，不吃了，能让你不？不是不吃，犟不起嘴呀你？酱去吧。你上。小子，赶紧进。我也进。酱。不是，吃啊，再住。出来了，再没有跑架了。谢谢你吃了。哎，你吃了我就塌掉了，你以为吃了？你以为吃？我为啥不敢塌呢？吃了。上。那酱怎么样？对不起了。我也对不起啊。这一讲一讲来了，泡不能吃啊，绝对不吃就不吃了。哎呀，提前就给这是房子说好给我吃。现在这个小病还不投降，等啥这病这去喝了，还喝了啊，喝了济南来济公怎么样？退了，交投降，这下没有了，白了，这下没了。